顺哎，因为一般像我们吃这个咖喱面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它比较呛，可这个第一口下去是非常顺的。它的肉啊，很厚身啊，炸食得来其实也没有一种老或是粗糙的感觉，然后配合这个菜谱一起吃的话，很够味哦。它的那个味道哦，有非常浓厚的那个炭炒的那个火候的味道，那种香味呢是煤气做不到的。每逢星期天傍晚6点，特价开餐喽。